兄弟，嗱呢度咧，在場咧都會有啲工作人員咧，不停用啲金屬探測器咧，嚇睇下啲沙裏邊咧有冇啲釘啊、鐵枝啊，咪慘親人哋嚇，見唔見到啊？係有人管理㗎，唔係冇網管啊。兄弟，What's up beach 啊？即係我弟弟啊，依度依度係主要都係咧，想睇下而家咩環境啊？因為咧，我都幾年冇嚟啊，想睇一睇而家有咩變化，咁同埋咧嚇順便喺度航拍下就廁所啊，可以揸到嚟依度先至去個方便。今日咧雖然咧就太陽唔係好猛，咁但係咧好多人。嗱，依家係好早㗎，而家係大約10点左右，都係好早嘅。咁但係咧已經係好多人已經係喺度準備定，係嚟一個愉快嘅週末啦。咁好，一陣間咧我就睇下，除咗航拍之外咧，我仲會係玩一個拉佢，係由呢度飛去嗰邊，即係好篤篤嗰度，咁大概咧係9公里。咁但係咧，我唔會直飛嘅，我會係沿住呢個海灘咧，一路係咁沿邊嗰度咧，一路係咁樣係作一個環邊嘅海灘嘅拉佢。咁但係咧，因為咧個航拍機咧，佢嗰個拉佢嗰個範圍咧係點對點嘅。咁如果我由岸邊一路係咁跟住佢飛嘅話咧，其實就睇唔到究竟實際飛咗幾遠。咁我就事後咧就會再睇翻 DJI 本身嗰個記錄，然之後咧就作翻一個補充嘅。咁呢個海灘係由好遠嘅篤篤嗰邊啊，我企上少少啦。依度咧全部都係沙嚟啊，所以我咧要著啲拖鞋依啲咁樣。咁同埋呢啲水清沙幼啊，呢度啲沙咧就唔同其他啲沙灘咧係比較粗粒啲，呢度咧係幼啲嘅。咁我就由又飛下嗰邊嚇，依度有啲鋪頭啦嚇，又飛下嗰邊嚇，跟住咧就又飛下呢邊咁樣，就作個拉佢咁樣。好啦，我起機嗰陣時再講啦嚇。嗱，依度咧一路沿住岸邊呢度咧都有好多鋪頭啦嚇，俾你飲下酒啊，食下嘢啊咁樣。咁但係咧，我又揾唔到一個適合起機嘅地方，因為全部啲沙嚟嘅。當我架航拍機一發個掌起機嗰陣時咧，就發到周圍都係，所以咧我就選擇咗喺呢個垃圾桶上面啊，起一個壇先。我就擺呢個垃圾桶上面。嗱，放飛之前咧就睇一睇嗰個適合飛啊，完全冇問題啊。我想睇下呢個海灘啊，嚇個距離有幾遠啊？呢度我相信應該係海灘嘅開始嗰部分啦。我首先拉低少少個鏡頭先，因為每次嚟咧都係 hea 下行下個零鐘就走嘅，因為呢度咧其實你要行曬成個海灘咧，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太嘥時間嘅啫。咁你要真係好似啲鬼佬咁樣咧，一路要每一間鋪頭都要幫襯下嗰啲咁樣，你先至過癮嘅。我唔該略為咧就掃一掃，咁啊，如果未嚟過呢個瓦沙加 beach 嘅兄弟咧，咁可以略為望一望究竟係點樣啊？平時咧都幾曬啊呢度，咁所以咧即係要查翻啲角不動啊，要查翻啲太陽油啊。如果你話就咁行呢個沙灘唔幫襯嗰啲鋪頭嘅話咧，有少少寡咯啊，有。咁冇嘢嘅，你同啲女嚟行下，漫步下海邊，咁我都 OK 嘅呢個啊，呢個係幾出名嘅。嗱，停車場要俾錢啊，唔係冇掩雞籠啊，但係唔貴啊其實。我頭先見到咧，而家都係1蚊20分鐘啊，1蚊加幣20分鐘啊，咁你玩兩粒鐘都係6蚊啫嘛，幾雞嘢。其實呢度啲沙咧都幾幼嘅，即係唔會話刮腳啊、慘腳嗰啲咧，我覺得都 OK 嘅嚇。
或者我向着这个方向飞远一点，看看会不会有些人选择在海滩的旁边，在那里依泣，在那里烟韧，在那里或者拍到一些、打野战那些。我现在站这个位置有一点微风，但是都适合航拍。这样呢，个荧幕画面呢都不停提示我，喂，这里是机场的警告区，这样小心啲航拍，这样。咁我都系一贯宗旨啦，都系谨慎为主啊。呢、这个海滩呢系其中一个、多伦多最出名嘅海滩嚟嘅。咁你基本上呢，如果你唔去呢个嘅话呢，你都冇乜边几个大型嘅海滩呢你可以去㗎啦。一佢旁邊咧，除咗係除咗呢個海灘之外咧，即係佢呢個旁邊個城鎮嘅旁邊咧，都有好多啲兒童遊樂場嘅設施啊，或者一啲係度假村啊，甚至係一啲咧俾人係户外嗰啲露營啊、camping 嗰啲啊，咁我哋見到個畫面咧嚇、都睇到一啲河流啊，其實側邊咧有條河嘅。或者我再升高少少，可能會容易啲睇啊！嗱，剩翻80% 嘅電，咁應該係冇乜問題啊，可以繼續拍。咁我而家大概升高到80米、90米左右啦，咁啊可以。宏观啲睇啊，即系换句说话讲咧，如果你嚟呢个华沙加 beach 呢个地方，除咗海滩之外咧，咁附近呢啲城市，即系侧边嘅镇仔嘅侧边外围咧，都有好多嘢玩啊！即系各位兄弟，如果带条女嚟啊，打野战，小心啲吓。靠近海滩的旁边啊，咁会安全啲啊！啊，见到都有人放船啊，有啲细嘅码头喺度，就咁睇呢度都 OK 靓啊，都唔错啊！即系如果你话夏天咧嚟一两次，系一个好嘅选择啊！咁呢度咧揸车嚟咧，大概系如果你由士加堡啊多伦多上嚟嘅话咧，大概一个钟头9个字左右啦。啊，咁你要睇咯。如果你早啲嚟嘅，你交通冇咁繁忙咯。如果你话晏啲嘅，点几两点钟先嚟嘅，咁你就塞啲咯，分分钟要2粒钟你先上到嚟。Thank you.
我就咁睇一睇呢度附近咧，又唔见有啲咩救生员啊嗰啲，咁会唔会未开工咧？瞓着咗咧？冇理由啫。系呢度咁多人游水，系咪应该有啲救生员会比较好啲？咁好啦，我架航拍机咧亦都翻去啊，我起机嘅地方啦。咁今次呢個瓦薩加 beach 呢個咁嘅海灘咧嚇，啊我幾年冇嚟過啦，咁啊再嚟一次，咁就分別唔大啊，變化唔大。你加拿大其實屌你周圍啲嘢都係變化唔大嘅，你十年前同十年後其實都一鬼樣。好啦，中意我呢啲介紹嘅，咁啊點讚、訂閱、分享啦。如果唔中意我呢啲片嘅話咧嚇，都可以推薦俾你仇家。好啦，我哋讲到呢度，降落啊！我降落翻个垃圾桶度。降落翻个垃圾桶度，跳断咗，炒机，临尾炒机，兄弟，哎呀，断咗只翼啲仆街，哎，屌好捻多尘，冇得玩拉佢添，屌仆街，哎，屌戆鸠，好啦，哎，屌。